你吃馒头还是吃米饭？都是剩的。我吃馒头，我吃花卷。这啥呀？一点肉没有，咋吃啊？给你，我得慢点吃。他越不吃剩饭剩馒头，越给他。哎呦我的妈！没有肉他怎么吃呢？今天治治你挑食和懒惰的毛病。怎么一好像有股肉香味呢？这酱香，辣酱的香味儿，是吗？还想吃肉，还坐这当大爷？嗯。还有股牛肉香味儿，可你馋肉出幻觉了吧？这是辣酱香，两个香味儿呢，感觉。你不去找怪谁呀？花卷是凉的吗？我感觉，那风透啊是。够吧，就知道你这样没吃饱，就是给你准备的，都吃它吧。怎么还是感觉有牛肉味呢？让你懒，坐这不动。我问能肉吗？我说你得吃独食吗？